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烟台市烟台莱州市蒋家沙河镇蒋家村人士。我喜欢唱歌，现在我为大家演唱一首《溜冰》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评委，我紧张，我能嘶低跟唱吗？你干什么都行啊，你只要不拿着手榴弹就行。不要问我一生爱过多少人，你不懂我看得多真爱，当我来到高中只会叫问全你我做那个想做做的人，天子金毛留一片，风飘起风干，我在那地方的人民是一种痛，把人都来死后最疼美笑容也寂寞，死中后早不怕黑来来过，大伙计大伙给马计他给他死外落，心所所所家所敬待，我心的心爱我不敢不真爱，要我真爱可惜你的心我不给不错在黑在你的未来，做好这样几次来给我灵魂的伤害。美国圣地亚哥 American 圣地亚哥，Studio.